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克巴。今天这一集我们来做 cosplay。欧克妈有一种很喜欢的小动物，今天欧克跟 Chaco 就要来模仿一下他们。来来来，我来大家看一下到底是什么。看看，是个午觉都要抱着一只小海豹 ，T 恤衫也是小海豹。工作台上也有，连碗碟都有。这个懒洋洋的很像欧克，那个乖巧的就像 Chaco。今天就让你们俩变成小海豹。我先来量一下你们俩的头，正在量尺的查克，这个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我打了个哈欠。你这是什么姿势？我来跟你解释一下，这是欧卡跟恰口，我给他们做一件衣服嘛，小海豹的衣服，他们有可能会演变出两种，一和二，一就是四条腿都露在外面的，还有一种就是把后腿也包了，但是他们不太好走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是不是很像？打开我的针线盒，欧卡爸真的承认。这个时候我想吟一首诗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你是慈父吧？你看什么东西啊？爸爸在给你缝小海豹。龙鱼火龙舞，我玩呢，陪我玩，不要做了。没劲，我走了。从天亮缝到了天黑。哇啊！扎到手了，哇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扎到手了，哎呦，是那种不点赞不会好的痛。我和爸已经把小海豹装做好了。像不像？有点像。还有一个手在这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，你们谁先穿？恰克先穿好不好？恰克，你先试穿，闻一闻。好，那恰克，我们先来好吗？爸爸正在给你穿小海豹，走，你的手已经穿好了，戴上帽子我们就变成海豹了，像吗？好可爱！远远的我就看到客厅有一只很可爱的萌物。嘿，恰克，你变成妈妈最喜欢的小海豹了。柴犬进化，海豹柴。我刚说你是谁？让我闻一闻。我的恰克呢？嗯？恰克呢？你是恰克吗？恰克，你露馅了！你这样看，你头好黑啊。好了，你看，到你试穿了。哎，你干什么扯人家的尾巴？哎呀，不要把我的海豹尾巴给扯坏了，我看。不要扯我的海豹尾巴。好，到你试了。不可乖啊。嗯。OK， 我们来穿一下海豹装好不好？我看你怎么那么胖，衣服都穿不下，纽扣挤不进，衣服都被你撑爆了。还好恰克先穿。我看啊。你穿起来给妈妈看看。好像也挺像的嘛。哎呦，你好可爱呀！你怎么是只白的海豹？大家觉得成功吗？还是蛮成功的。OK， 我看你跟恰克又能变身成妈妈最喜欢的小海豹，自己又是个小可爱，那妈妈要爱死你了。大家觉得欧卡跟恰克哪只小海豹更可爱呀？恰克的选一，欧卡的扣二，都可爱扣三。欧卡，你这样看上去好像只小龙虾。小龙虾。哎呦，笑死我了。好可爱呀、啊！有只海豹。脸要变形。我不喜欢我新版的。只有前脚没有后脚，笑死我了。我还以为会翻车。背弓的海豹，
你看这滑稽。掉了，哎，笑死我了！ cosplay 大成功，给我爸爸点个赞。